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恶作暖男孩。今天有个朋友在我家帮我家里做点事啊，晚上搞一点这个菜，然后待会儿叫他过来一起吃个饭，喝点酒。因为现在是夏季了，所以我们就以炒菜为主了啊。然后搞这个猪蹄，还有这个猪肚，还有这个上次钓的鱼，这个是鸡胗，还有一些自己家里种的一些素菜。我们待会儿把这个先处理一下啊。这个有的太长了，我们要改下刀了。待会儿做个爆炒，搞辣辣的啊，这种太长了。这个是半生的半熟的，我们还是加点料酒清洗一下。咸鸭蛋，这是自己家里的咸鸭蛋。现在焯个水呀。那个卤料包在里面。一点料酒去腥，试一下看看这个辣不辣。还可以，有点辣味儿啊，不错。这个龙虾料我们一共做了好几次，就是这个里面，一般的话我们做这猪蹄的话可以做好多次的。苋菜，这个菜挺好吃的。今天让我老弟来做鱼，哈哈。哟。我刚才没想到这儿，没想到这儿。
你是这个编的，好不？他回来了，嗯，讲是不讲是回来了？万一，完了。举个例子。行。你干嘛举个例子后边这个不对？我就下回告诉他。但是例子后边人肯定没举过。妈妈。是吧？那你问。我就问一个。呀。一个。咱那个聊好啊。嘿嘿嘿，妈妈亲自捏着。好嫩的，好嫩的感觉还是。嗯。好嫩的。有点那个，好点的，我不信你，没事的。那走走走，我得找个好吃的。我留我。